遥远的岁月，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，浮现的那几眼泪，那片蓝天，那年毕业，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，想起来可爱可怜，可歌可泣，可是多怀念，怀念总是突然，怀念不谈条件，当回忆冲破靠近，冲出岁月在我眼前，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，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，用尽曾想过要放纵坚持誓言，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，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，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这些年买了四轮，买了手表，买了展演，却发现追不到的、进不了的还是那些。人生是只有认命，只能宿命，只好宿醉，只剩下高的、小的、低的、苦的，却没成熟点。成熟就是幻想，幻灭一场磨练。为什么只有梦想远，我也想笑得不见？有时候好想流泪，好想流泪，前面眼泪。期待会你会不会，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？他在等你，你在等我，我在等谁？有时是孩子没睡，电话没接，心情没准备。天空不能黑了，又亮亮了又黑，那光阴沧海桑田，远走高飞，再没力气追。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？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在这里学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好像比如体能方面我提高了，
比如平时操场跑半圈我都觉得累了，但是现在我可以跑超过三圈或者四圈。我以为我是来玩的，可是经过这几天，我发现到我们团结，我哭的时候也是有人在安慰我。蛮高兴的，上一届来过之后就很期待这一届到来，因为在这里真的可以改变，学得更独立，然后学会起火，学会团体的精神。我要感谢郑国中啊，然后又可以举办这一类的生活营，让我感到受益不浅哦。如果有机会了，我会打算明天来参加。真正体会到那种团队的精神，尤其是在组的时候，人家讲的休息，不是讲那种睡觉，而我体验到的就是那种心灵上的休息。很谢谢，有这次的生活营。